就自己选。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呢？我猜的。你猜的、啊？还是你希望像包包一样随时待在他身边？我说，还是你希望像包包一样随时待在他的身边，尤其是他的侧边。对吧？最近都在准备演唱会的东西了，还有发新的专辑。是提前跟他过生日吗？提前跟他过生日，对，有提前过。怎么过？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。假装这么大。为什么？甜蜜要让人家知道嘛。他都说他好想公布哦。那你讲一下嘛，因为那是你想出来的耶。我你想让我讲什么？就是你们提前怎么共度的？共度。吃饭怎么帮他庆祝啦、啊？对。就有吃饭，有吃饭。经济下下厨吗？我有煮菜。你煮什么？我有煮几道家常菜。什么是你的强项？哪一道菜？很简单的吧，什么糖醋排骨之类的。这哪有简单？糖醋排骨很难呢、欸。还有什么？家常菜了，没有什么高级的。不是啊，糖醋排骨之外还有什么菜？去脸书看了，脸书有完整的。真的、哦，脸书完整菜。Oh, I'm sorry。我要掐一下你的微博。我要认识一下你。好，是为了冲动吗？求变成他们的桥段之一，不可能，你们是不是都有？